我直接逃兵。逃兵吗？完了，他有喷子了。拿喷子。外面。先喷。是个情侣 ID，我这边。隔壁房子有俩。再见。楼上一次。打包。看到了，标点。我那个啥吧，他在架你们。纯白，纯白，把你架着了。啊！我的没血，没事没事，头上一丝血，九八。交给他，交给他，没事。相信罗宝宝，相信。对。三层，三层。不是，你这么远拉喷子，谁鸡巴跟你？行吧，压力队友。打你们吗？哎呀！倒了倒了。我操！没事，我直接给他补掉，别撤了。哎呦，对了，我脸上打两枪，打两枪。我这边滑车了。啊？躲一下呗。你躲一下吧。我能帮你架。哎，滑我这来了。完了完了。打头了这个。一丝血，我直接干他去了。巅峰对决。还有标点标点。干个大保险。左手房子里有一个。欣赏，这他妈干别人家的，爆评价，土狗支架。哎，左边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左边头，左边下面那个头，他怎么露了个头出来？妈的，能土狗支架吗？他懵逼了，他绝对懵逼了，兄弟，你信我？他说他直接不知道该怎么打了，你信我？他直接懵逼了，露就是一枪头，玩你妈！他说。啊，不玩了，看一下回啥，回你妈逼的那个，我妈逼，我给他回信息，我说不回信息是吧？杂种，他说回你妈逼。